是六支，等埋只六支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八场赛事四班一六五零米，大热转咗系六号，暂时啊黄琪琪。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细闸阴声啦，内栏灰马潮州大兴啊，中间蓝衫仲有极速之星天下有才啊，最出嗰只粉红帽就成才嚟噶，咁啊见到呢只六支咧红衫，慢慢攞咗入去咧，接近内栏嘅第六位到啦，唔要栏喎，要二搭个红衫啊，后边嘅马仲有电信奔炮龙城强将啊，尾四嘅位置系精彩非凡啊，尾三咧就风筝啦，暂时垫下一队喜年卫星同埋嗰只咧就平行时空嚟噶，好啦。接近对面直路头啦，咁前面放头嘅马匹咧系嗰只潮州大兴啊，响佢外边有极速之星啊，两只马拍住嚟放啦，西泽阴星系中档第三啊，第四埋边啊天下有才，出边啊成才啦，再见到跟住个第六位啦，红衫走紧二搭咧就是、六支嚟噶啦，后边嘅马黄衫红眼罩电信奔炮响外边啊风筝啊，尾四橙衫精彩非凡啊，后边三只龙城强将啦，平行时空啦，内栏暂时殿后系喜年卫星嚟噶。好啦，过埋呢个六百米段处啦，潮州大兴占先半个身位嘅极速之星第二位，内栏已经走咗上去第三啦，红衫就系呢只六支啊，再见到中档位置有细泽阴星啦，外边咧仲有成才啊，内栏黄衫电信奔炮，中间橙衫精彩非凡，后多枕咧仲系喜年卫星啊，攞出去外边咧就风筝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直路潮州大兴占先咗少少嘅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六支开始推进上嚟噶啦，外边位置有极速之星啦，出边咧仲有细泽阴星啊，内栏就喜年卫星。升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六支就已经抛离群区咧，就赢紧呢场赛事噶啦。埋边喜年卫星咧冲上嚟跑第二、第三名嘅马系精彩非凡，第四名咧细泽阴星嘅机会似乎高啲啊。结果今场赛事亦都成就咗黎超星马房出两只赢两只啊，六支将后边嘅对手掟甩嚟赢啊，喜年卫星就跑第二，精彩非凡第三、第四名系细泽阴星。一路嘅六支啊，早段遮得好靓，所以咧翻嚟都赢得几远喎，四倍啊，何泽尧咁啊，黎超星起马啦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四号喜年卫星啦，潘顿都攞下第二啊，第三名六号临尾嘅热门嚟嘅精彩非凡布晚，第四名咧细泽阴星啊，二号田泰安。你话田泰安今晚最佳成绩嚟噶，第四名啊，唔系三个第四啦，但系都系冇分嘅，系啦。哦，扎耀起码咪黎超星都系啦。
家预计派咗啦，跑第一名就一号嘅六支啊，独人派40.5，位置派17蚊；跑第二名系4号喜莲卫星啦，位置派28蚊；跑第三名就6号精彩非凡，位置派14.5，连人位一搭四派172.5；二重彩一号四号顺序派300蚊；三重彩一号四号六号顺序派814蚊；单 T 就派184蚊，位置 Q 一搭四派66蚊，一搭六派37.5，四搭六派74.5。跑第四名是二号细泽阴星的，赢成四个马位啊！临尾精彩非凡，所以啦，半啊，仲要嗰只一啊，都是啱啱保住个第三啫。佢早用咗咯只马，布文今次就反而翻嚟就唔系好强啊，追落去。好在阿田坦成第四啫，今晚咯。嗯，系啊，因为佢褪咗一格嘅已经。六支啊，因為攝得好啊，早段好快已經揾到遮擋啊，所以佢一爆落就好勁。係啦，你俾佢咬到呢個位置就好惡啦。係啦，佢仲可以慢慢攝下，越攝越前咁啊，轉彎擁埋嗰只極速之星出去，咁就直衝終點。極速之星啊，呢場直頭擺咗喺前面走啊。嗯。三揀一預計派彩啦，勝出係 A 一格夜熱門嘅派30.5。本身就潮州大興人，即係都快噶啦，又話拍住通常開得再快啲。哇！佢都攞好多飛啊，潮州大興後屘都，不過就麻麻地啊。落埋雨咧，咪結果啊個場地又啊變咗贏嘅距離又再遠啲啊。嗯，尾仲有重磅，咁啊大家分都一定多噶啦，几好啊！黎小醒啲马，稳稳定定，一定要信心强嘛，真系好开，你可以继续啊，都继续跟进佢、嗯。最紧要唔好突然间改咗个跑法啫。系。连马斯王有预计赛过啦，连马斯编号二号嘅吕剑威已经封咗黄啦，34分。黎超星啊，得两只嘅啫，虽然都赢晒，都冇用啦。四连环预计派彩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，派188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四号、六号、二号顺序派3020蚊。好，睇翻第八场嘅巡逻影片啊！起步七档嘅风筝咧就轮进啲嘅话就慢咗嘅，另外就喜莲卫星啦、平衡时空咧都系稍为留住喺后边先。前面就幾隻馬搶嘅，步速都偏快嘅，所以你見成才咧騎咗一大輪咧，佢都擺唔到前面。潮州大興放啦，另外咧天下有才半程都已經散咗喎只馬，唔知係咪有事啦。中檔就細澤陰星，出面就極速之星嘅，四隻馬鬥走，六支就攝得靚啦，俾佢咧一喘就喘到嚟呢個二搭第六位喎，正到雲啦。後面就電信奔跑紅眼罩啦，中檔就龍城強將，包尾嗰四隻平衡時空、精彩非凡、風箏同埋嗰只喜蓮衛星嘅。啲蘇兆輝有時跑呢啲馬真係都可以錯得好緊要啊！即係佢頭先跑啲精英啊，跑啲風箏啊，有啲口咧又唔係可以搶頭跑嘅馬，又幾論盡嘅，即係全程都係開邊啊！嗯，係嘛，都係同頭先精英差唔多位啫，都係輪都係走住啲外邊。你出閘慢咗就唔知點咁啊！係啊，即係好似冇第二套咁嘅，就跟住就完全都好似全程就好難搞。潘頓啊，忍喎，啊同你有留一尾喎。系啊，唔系布文啦，反而系潘顿今次好忍得啊。布文呢度都开始逼噶啦，早咗开始逼啊，呢精彩非凡。但系翻到嚟就真系又唔系好强，唔知个地系咪对佢有啲影响？佢嗰啲系外地适应烂地嚟，香港跑呢啲地两次都唔上命噶嘛。嗯，呢度有少少有阻一阻啦，嗰只精彩非凡啊，咁啊临尾都好勉强啊，叫做咧爬赢咗嗰只细泽阴星嘅啫。连上奔跑冇乜位噶，都冇乜骑噶啦，红眼罩啫。就係呢度先至捉幾下，不過有一道啦。好啦，第八場亦都福邦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
线下位置 Q 啦，一搭四派六十六蚊，一搭六派三十七个半，四搭六派七十四个半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系 A 一格嘢热门派三十个半。二重彩啦，一号、四号顺序派三百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一百八十八蚊。四重彩一号、四号、六号、二号顺序派三千零二十蚊。孖宝派彩啦，头关七号，尾关一号派七十一蚊，头关七号，尾关四号安慰奖派二十四蚊。连马狮王今日最后赛果啦，连马狮编号二号嘅吕建威三十四分封王嘅。分段时间头段二十七秒九，第二段二十三秒三七，第三段二十四秒八五，末段二十四秒四七，总时间一分四十秒五九，比标准时间慢五线嘅。